左攻右，郑伟雄侧脚直线，呢边冚上咧有何国良啊，出位好可惜，啱啱咧远嘅球员咧系线到个波，咁金手礼咧已经上咗嚟啦，好可惜啊，嚟迟一步，咁金手咧对花巴咧入咗一球波啊，咁事实上东升咧只系有两个球员入个波，咁分别就系14号金手礼同埋10号嘅欧伟霆啊，刘永杰闪过咗两件波，咁但系咧逃唔过6号陈世方。 宁愿咧输个界外球，余建德啊呢、這个大力士啊，高波入球正吹发啦，10号麦当劳咧压住呢个何国梁在先，今日天朗可以称啊，好可惜得608-7人咧系捧场啫。舒士治拉士巴麦当劳见到路远一出一飘入网，1-0上半场嘅8分钟，麦当劳射入去响本港嘅第9个入球。嗱呢个波何国梁来迟一步，而陈树明咧亦系出咗嚟啊。 1-0，余苑咧，暂时系领先。郑伟雄，好长嘅呢个波，欧伟霆，寇顺，埋去，空咗一个金手礼，好可惜起脚慢咗，咁俾翻嚟梁瑞荣咧，快一步将个波咧系督咗落底线。呢个波咧系东升嘅黄金机会啊！ 深口已经控得靓啊，但系起脚咧慢咗少少，同时咧陈庆明出个波亦系出得好快嘅。曾廷辉对东方入咗球波噶，高波牌，哎呀唐牛星球波一模一样，陈思明直情投晒行，但系好可惜麦当劳呢个波咧就脚风冇咁顺啦，啱啱咧中条横眉，唔系啊真系可以一模一样咧入多球波啊，呢个波咧系冇越位嘅完全。咁睇下啦，远再度进攻。 高波埋嚟，哎呀！你高波争我啊！阿仔有冇近处咧？哇！陈树明好似打排球咁啊！哦，越位啦！再剁翻上去前面嘅时候咧，刘荣业已经越位啦。刘荣业今届咧未入个波噶，咁陈树明咧反而咧已经系失咗12球波啦。麦当劳好嘢，两人人高波出，阿仔又到啦。咁但系咧俾2号嘅两件帮咧担住佢，咁刘荣业都好少用头啊。 嗱，我哋睇呢球波啊，好高，涉到个位啦，咁但系咧梁建邦系黐住佢啊。欧伟霆，得出，金手礼发招，跟住咧陈国乐再上嘅时候咧就唔到啊，刘利福就啱啊左 Q， 顶翻出嚟先啦。姜荣耀咧再加一脚，呢个亦系黄金机会嚟噶。嗱，金手礼左脚啱啱大 Q， 陈国乐。 啱啱脚趾咩撩到？呢个时候咧，麦敬芬咧换出呢个陈国乐嘅麦当劳，两硬人，哎呀甩咗啦呢个波，李国雄甩咗啊，再加翻出嚟，但系咧好在陈树明好嘢，呢个波封到位啦。麦当劳射呢个波咧都几够胆识嘅，呢个陈世芳咧已经系只脚啦攀到去噶啦，仍然系勉强起脚。 结果上半场咧，余苑以1-0领先。下半场双方换边啦。哇！呢个波空晒啊，姚建德，何国梁嘅追唔到你，趁住龙门一出，想接个头，点知大力个头。姚建德咧呢个波咧可以系成为佢本季第一个入球啊！但系好可惜，操之过急。欧伟霆、梁瑞荣睇住，好靓啊！呢波，哎呀！ 呢波如果用左脚射好啊，14号嘅金手礼。嗱，呢个组织就要赞下啦。啱啱涉到个位，完全冇越位。余建德头先嘥咗个机会，何国梁又睇住你，执住，俾翻仔，哎呀呢、這个波离咗脚啊！啱啱陈树明咧系攀到，嗱呢下波一拖离咗脚。 全力反攻啦！时候冇多啦，欧伟霆，哎呀，成个李桂雄咧就俾佢咧就拍跌咗，咁拍跌咗咧就17号嘅谭阿福嗱，咁后边嘅梁瑞荣咧先至系瞓咗落去，球证咧吹罚12码啦，刘利福一射虽然捉到路啊，仍然系破网，1-1，下半场40分钟。
刘令福咧亦系射入去本届第一个入球，咁结果咧双方一比一咧系打和。甲专联赛花花队合射嘅赛事，花花队白衫系左攻右喺荧光幕上，合射球员犯规啦，刘应全犯规。合射今日门将咧就系朱国权，咁啊指挥嘅后卫布防啦，加夫俾个，俾入去俾得靓啦，郑伟基射斩中弹翻出嚟，徐光再射又斩中咧，黄广木。李峰荣顶落嚟，郑伟基先隔年到啦，啱啱顶高咗少少，线得好靓啊！郑伟基背住龙咧，浪翻高个波佢，一昂佢隔年咧飞身压埋佢顶啊，两个人夹住佢都仍然俾佢顶到，可惜系顶高咗少少。花花再次进攻，李峰荣一攞，攞得靓啊，过埋个后卫射，远处出界，攞呢球波真系攞得精彩啊！左腳浪過埋麒麟，包埋嘅人咧都慢一步啦，俾佢撳遠處，可惜呢個波就啱啱爭少少。合射進攻，黎耀雄、迪斯咧俾佢過咗，再就係過唔到啦，廖華志唔敢話咧就瞓甩咗俾人哋。李偉全彎出嚟啦，睇下有冇人到，福特一頂，有機會啊，好嘢，劉仲平趁得個步幾快，劉仲平個波整得好角噶，好有角度。福特一并，顶翻佢嗰边嘅主角，好嘢！刘仲平飞起双手擒，手到擒来。李伟全一弯埋嚟，又并埋啦，好嘢啊！啱啱快一步又差出嚟，刘仲平。黎耀雄顶得好靓个波，又有力，咁但系咧，刘仲平好嘢，啱企个位咧系企得好靓啊！一飞啱啱差出去界，及时再度进攻，黄火木中坚球员黄火木。唔敢话，黎耀雄走啦，俾得靓啊！你俾到佢前面一攞一金，好波！约会剩下26分钟，黎耀雄咧就替合射成1-0，但系咧唔好忘记，唔敢话俾个波俾得靓啊！配合得个时间又好咗，佢啱啱俾佢前面一攞对住龙门一射，嗰阵时好得精彩啊！花花嘅角球夹佢开，过唔到近住黎耀雄，廖华志一浪就射啦，20几码就射落去。射得好靓啊！咁廖华志咧就喺远咧射过嚟嘅球员嚟噶，打左后卫。上半场咧结果合士咧系以1-0领先。下半场嘅赛事啦，合士进攻，福特中金跟走，俾到啊，俾得好靓个波，对住刘仲平一趟，唔够犀，射中网侧，黄金机会啊！如果2-0咧就好打好多啦。嗱，走得好靓啊，中金跟，而福特又俾得靓，三个后卫嘅罅里边咧俾过去，一趟个波可惜系唔够犀。花花进攻，陈炳温跳埋，迪斯一浪隔唔到啦，一浪可惜个波浪得大力咗，浪甩咗脚啊，俾朱国权接住。如果浪到波喺自己前面咧，咁就有机会啦。大髀一浪个波可惜大力咗，其实都好难嘅，因为咧有两个后卫夹住。合射罚球弯埋嚟，韦基先撩翻入去，但过唔到嘅花花后卫一浪就射啦，波好嘢，刘仲平。飞身接住刘仲平，射得好靓啊！韦基斯球波，咁咧结果啊，呢场波咧合士就系凭住黎耀雄一射咧，系以1-0咧系赢咗花花。另一场赛事，愉园咧系以4-2咧系赢咗荃湾。咁我哋睇下咧呢场波嘅精彩片段啦。一开波荃湾就有机会，咁但系咧过唔到圣伟联，拍力企又帮你夹硬起脚射噶啦。麦当劳愉园嘅杀手嚟噶喺前线，陈世九一吊埋，曾廷辉落埋。麦当劳线到啊，卓如想解围，刘荣山到，跟住咧落咗麦当劳一送入网。喺上半场嘅32分钟，麦当劳咧射入佢本届嘅第10球入球，亦都系呢场波远嘅第一个入球，射中咗啊麦当劳。荃湾嘅反攻，刘宝华、史提夫俾翻佢，第一攞咧就过埋俾咗迪先，失顿好嘢啊，波俾得好靓，失顿正系对住梁瑞荣嘅啫。喺 K 角位，阿杨左边推过右边，一推入网，远处挂网而入射的精彩个波，好嘢！失顿呢球波，喺弹嘅头欣赏下佢一样咧就推翻过嚟右边，脚落当一推，远处挂网而入，飞传都冇得救球员，最怕咧就系见到呢啲波啦，守门员。下半场开始啦，远嘅长加球，一等埋，周永安拍到个波入啊！如果反而掂唔到咧，就可能咧呢个波就算唔入噶啦。
咩下半場嘅13分鐘完係2-1領先。全拉反攻，劉寶華斬翻落，劉寶華第一次加射，誒好嘢，鄭偉聯企位企得靚啊，反應又快。遠再次掟呢個長間球啦，線到埋嚟又有機會啦，李賢好彩咧，陳志剛翻嚟解圍。喺旺角場因為球場窄嘅關係咧，長加球好大威力㗎，輪到傳翻嚟啦，呢個罰球一射埋，哎呀，蔡玉如可惜撳唔低個波。阿如咧上半場輸嗰個第一球波咧，只係俾劉如刪甩咗咧，佢有啲責任㗎。好，麥當勞漏咗，余建德一推，哎，陳懷偉咧就冚跌咗余建德，後正就吹罰12碼，冇得解釋兩個波，心急啊想刪個波陳懷偉。但是如果被余建德推過真的危險，梁麟主射一趟就網，梁麟的12碼就很有把握，下半場的30分鐘遠是3-1領前。史提高，哎靚啊，世界波啊，第一時間那波彈下彈下就好你射埋去，盛偉聯呢望都冇得望，前面兩個入球都咁靚㗎，咁喺下半場的31分鐘史提高為前面追返又有機會啦，蔡玉如比錯咗麥當勞自己去，周永發拉球證唔使講啦，又吹罰，禁區裏面拉人12碼啦。慢鏡頭再睇多次，一推過曬㗎啦，周永康焗住要拉佢。梁麟一射入網，結果咧，魚丸啊就係、是、以4-2咧係贏咗呢個荃灣。